紫禁城直线大客钓鱼岛，鸟镇对面，观战方这边是风镇，少里对面女拔，防点金刚护法，鱼岛可能是要点，可能是要点破甲，双方护点，小死点大堂，对面物理系肯定有速度，很少千军点杀。那观战方这边不知道会不会给破血点，应该是给破血点，不至于给很少点，对吧？大金啊，点给大堂三千，也是一个很少，反向很少啊，直线大客伤害差不多，其实对吧？其实差不多前期啊，无相猪两千七没死，善报有贴加了八百血，恶报了三千啊，大堂的抗性是比较差的，这是壁垒，还有别的吗？还有一只恶报倒地，但是对战方少死亡并没有中，地府被飘中，观战方这边善报，但是也能点得死对面物理系应该，卧槽不是吧？全部善报。卧槽啊，终于来了一只恶宝，死了，刚好，好吧，刚好，刚刚好啊，刚刚好啊，吓我一跳，三只善宝，但是毕竟这个时候主战方这边是小死倒地啊，对面是并没有小死亡，所以对战方还是略占优势，但是优势也不算特别大，原因在于哪里？就是说观战方这边虽然是小死亡倒地，但是这个时候双方化身都是没有叠人心的，你想活血都活不上来，懂了没有？所以大唐你想吧，上线，那大唐如果没有上线的话，同样两个大唐都是没有野兽的，对吧？大唐一下有上线才能扫嘛，没有上线是扫不了的。那么善恶清护点，那么对面法师是被笑了之后没有情音三叠出来，对战方也没有拉，选择了这回合再去拉起大唐。那么拉起大唐的话，主视角这边可能会有善恶守尸，五号位置善恶是速度最慢，可能会守尸，飘中女爬防止招蛇，也是一把三飘，也飘中对战方两个单位，化身直接拉。那么这个上限能够多一点，对吧？化身这个我佛慈悲啊，这个上限可以多一点，上限可以多一点。这种清水三千没有去守啊，没有选择去守，是选择了去青蛇也可以，全部恶报。最后一只是出了这个，最后一只啊是出了这个护盾的一个状态。那么大堂也可以起了，对吧？两个大堂是差不多，对吧？刚刚跟你们说过了。两只大，两个大堂啊，其实差不多，对吧？两个大堂其实差不多啊，就是对战方上线也没起来了，就是先立了个盾了，比主战方这边是优先立了个盾，对吧？那观战方大堂这回合也可以起来了啊，就是虽然是小死亡挂挡，但是问题也不大啊。碎玉弄影强控，小熊同痛啊，命中对面地府七塔，选择王亮追魂啊，给大堂增加伤害。平砍了四叔，准备叠漫天，但是没有出。法师的话被封啊，直接开掉封印，准备把蛇招出来。啊，对面化身被封是没办法去舍蛇啊。主视角这边可以继续啊，选择先招牛，再招蛇。啊，恶棒啊，神佑。啊，顶血回春顶给了对面物理系啊，迅速回上线。恶棒三千六。来两千三，蛇也清掉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大堂起来还可以啊，先是立个纸人，对吧？肯定也先立个纸人，对不对？大概没有，明天就放出了吧，应该明天就放出。明天大概应该就放出了。对，明天是维护嘛，对吧？今天礼拜一是维护不了，是放出不了。好，对面继续点，但他把大堂有盾。切，
再贴，这个血量还算是可以啊，对不对？顶上一个大金，配速在对面大刀速度非常的快啊，无相诛戮，有纸人2000，那么对战方还有一波善恶在，那主视角这边先把蛇招出来，换成一个双招善恶，看看鱼岛的善恶比较凶啊，你看这3000啊，死了，还是被压死啊，还是被压死。那么观战方化身人性也是在叠一层，对战方小熊统统一层人性都没有啊，一层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对吧？但是这个时候鱼岛大唐已经是上线，已经是够扫了。紫禁城大唐的话还需要活啊，还需要活。但是紫禁城的优势在于哪里呢？紫禁城就双招了，对面一个双幻物都没有。那么其实鱼岛还是得清召唤物的，还有一分钟，兄弟们，这个概率均等的这个办卡抽奖马上就要开了啊，没有送办卡的可以送一送，概率均等的没有送完打打榜，好吧，送完打打榜。每个打榜有，对吧？每个办卡都有6次的打榜机会啊，概率均等送一份小龙虾，对吧？因为狮子庄小龙虾可以走一走，全国包邮啊，全国包邮啊，狮子庄小龙虾，概率均等，对吧？概率均等，就是加入主播粉丝群，需要达到一级就可以了，然后点了的话右上角要送完办卡打打榜就完事了。好，天魔觉醒啊，对战方也开始招，那么他也要去清幻魔，对吧？先清幻魔啊，恶爆。啊，鱼岛的善恶伤害好高，特别这个二三号的两只善恶伤害都比较高。那紫禁城这边的话，现在也是，就怎么说呢？因为这场 PK 紫禁城这边女儿没速度啊，恶爆飞，我们先清理善恶再说。你这个善恶啊，比较恐怖啊，这善恶比较恐怖，这点人对吧？能助攻啊，主要是啊，拉起大唐平砍啊，清善恶。那么滑到了对面法师的身上啊，平砍是清了女儿的善恶，不贪心啊，这个 PK 打得很细啊，不贪心，对吧？不能贪，这种走清善恶的话，就是一想办法把善恶清掉。那么这把化身可能要，对吧？对面女儿有把大招控，但是大概率这把女儿是对面女儿是要出虫，因为主视角这边有幻魔在，对吧？你这时候鱼岛的力劈是不太够的，湖北包邮吗？湖北不能包邮啊，湖北要稍微补点邮费。好，药药虫，药药虫，谜底药药，对吧？一张金色福利卡，发地址给我，药药。啊，发地址给我。药药经常来看直播，对吧？没事都参与一下，1块钱，对不对？也不多。好，再顶血，顶满，直接顶满。那么大唐也是要起，的确大唐该起来了，大唐不起来，对吧？怎么去进攻啊？平砍叠半天没有出，琴音再清啊，那么又是清的那只二号位直接飞了，被蛇拱飞了，所以说这时候叠到了对面地府身上，那么地府差不多有怒了啊，地府差不多有怒了，三恶8000啊，再给大唐顶回春，再来啊5000牛直接飞，那么鱼岛这时候幻魔是完全站不住的，幻魔是真的站不住。看老王，阿金家的小龙虾到货了。看这黄，看到没有？好的。王总，王总可以啊。这拖的专业，那是真不专业，对吧？真是不是拖，这怎么可能是拖呢？对不对？请老王做拖没必要，老王是这种人吗？你们觉得啊？王一涵是这种为了吃两斤吃几斤龙虾，对不对？就是甘心做拖的人吗？你们觉得王一涵是这种人吗？难道你们心中的梦幻西游第一主播，对吧？梦幻大百科，是不是？钓鱼岛创始人之一的王一涵是这种人吗？梦幻物价局局长真的是这种人吗？嗯，是。他没有感情。跟王总回复一下啊。
老王是真的瘦了好多，老王真的瘦了好多。前两年我记得，对吧？那时候最早的那时候见老王的时候是2017年，我刚做直播那会儿啊，那时候好像是频道，对吧？那时候去生日吧，谁生日忘记了？点女儿了，对面有纸人，伤害不太够啊啊！嗜血之计3700没祭死，这把裂开，这把点上失败裂开，点女儿没点死裂开，很难受。而且大家没宠，那生日去见了老王、金英姐什么都一起去的，那时候胖啊，闪恶1700，再来一只恶豹900，一丝血。五号位置宝宝刚刚神用了，有没有奇迹？必来！我操！66666，这把赚死了都，这把真赚死了，这把蛇还没死，对面女儿倒了，蛇身直接保了，下把法系双招成型，地府延出去，对面地府被飘中，没有办法挂小死，对面横扫只能，对吧？把法系扫死，但是法系扫死啊，主视角那边无所谓，你四成人心，随便活一下就差不多满了。对吧？在少死铁下大堂，智火琉璃1900，关键法师还没死，送了把满怒。壁垒看看有没有希望，点死也可以，不能被他送满怒啊！你这送完满怒不是温机了吗？对不对？壁垒234，没点死，没点死。虚弥冲刺你都是扯淡，对不对？虚弥怎么冲？对面女儿倒地了，没速度，观战方这边随便顶就完事了，是不是？谁打的？狗子、啊！紫禁城指挥就永远就是只有二狗，对吧？别搞这些花里胡哨的，你不要觉得有优势，对不对？就是小王。对，你们别整天对吧无脑黑，对吧？有打得好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也是二狗，对吧？二狗可能比较不稳定，对吧？只能这么说，对，只能比较不稳定。对，比较打得好的时候就是卧槽，小王跟明明真厉害。对，打得不好的时候是二狗真垃圾，对吧？你们不能这样子，打得好的时候啊，都一样，好吧，都一样。你们不能纯只有对吧？只有那个，只有批评啊，没有夸奖，对吧？那肯定不行。那作为一个人的话，你这既要有批评，又要夸奖，对不对？该好的时候要夸奖。像我这样就比较好，打得好，很 OK， 对不对？像这个 PK 明显很有优势，双蛇成型，对面零条蛇，一条蛇都没有，双蛇成型，是吧？这个时候啊，紫禁城要注意的是什么？防守反击，你知道吗？要防守，就是说你攻防转换啊，不是说防守反击，说错，是攻防转换，对吧？你这时候全场是优势的，那么你如何把这个优势，对吧？有的时候你优势的时候不能被钓鱼岛，对吧？一把进攻把你的优势给重新拿回去，所以攻防转换、啊、其实也是非常重要。那么这时候紫禁城就做好了一点，就是攻守转换啊，千万赞，对不对？好，问傀儡给法系，这个时候被钓鱼岛再点掉一个，顶掉一个的话。那就优势就基本上没有啊，幽冥鬼眼抗压风啊，对面开始补野兽了，四叔大堂没补过野兽，其实伤害也非常高。四叔大堂，你看这姚宝宝就3000多，3000多比较舒服，对，破血青女妖种腾挪5000直接掉啊，非常的舒服这个节奏。对面群秒的话，对，毕竟鸟阵女拔秒过来2100啊，数据不是特别好，青蛇胚4700啊，那么肯定有力劈跟的，对吧？这回合对面这个宝宝不神的话掉2只啊。300防御，我的神飞加的好耐啊！恶豹打大堂，再跟一只7000神
法西又是来了一首心愿，但这首心愿的话来的对不对不是特别是时候，因为这时候心愿、啊、观战方这边、啊、对面是有罗汉、啊、观战方这边是有罗汉、啊、对面再次直接把罗汉盖上，对吧？因为对战方女儿倒地了之后，对战方是没有速度的，他的罗汉可能会如果对吧当前会放罗汉的话可能会被笑，所以提前盖的话会比较好、啊、导致于紫禁城这时候双蛇成型，对面来说压力也不算特别大啊，选择了亲宝宝啊，并没有选择去来亲观战方这边的这个蛇啊，没有选择亲蛇，选择亲宠啊，漫天叠一把没有出啊，再给一手琴，还是清理蛇配四千，这把掉了，舒服舒服舒服，这个节奏完美完美，吃点水。为啥蛇配叫这个名字？他们是同学。紫禁城宝宝也神了是吧，这个女儿神马之宝宝也神了啊！那么这把法师心愿也没有用了，因为对面毕竟是罗汉嘛，对不对？毕竟是罗汉。小龙虾怎么卖的？妈的你眼睛瞎，问你好几遍了，加微信啊，加微信跟小龙虾加微信啊，加这微信你私聊就行了好吧，加微信私聊就完事了。对不起爸爸，好，眼睛不好啊，眼睛不好啊，风大堂没中，防了一把点杀，几乎关点点了，这把对战方要点，我们来看一下破甲给的是法系，对面要点小死亡点大堂命中，对面物理系有速度啊，小死亡反点，但是这把主战方这边小死亡没中，对方扫过来三千九开刀，被极限大克输出的伤害打出了非常难以置信的，哇操牛逼，鱼岛这大堂真的是恐怖好吗，恐怖至极，还好宝宝是神，还好宝宝是神，这把无相很给力，主要是大堂倒地。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，叠死观战这边物理系，啊，紫禁城对吧？物理系被点，对面女儿又有速度起来之后，主战方这边女儿没办法打针，看能不能守得住。六百，没有守住，这个宝宝跟了。没有守女儿，没有守住，伤害差一点点，没有守住很亏。下把对面女儿可以打针，女儿打针观战，女儿对战方可以赢，对战方就可以赢，而且法师没有死，很亏，好吧？这四处当猛，那么如果打个比方，我不知道紫禁城大堂是用横扫点的还是剑斩点的。如果四叔大堂在被大克情况下没有把观战大堂空切掉的话，那么如果观战是剑斩点杀的啊，如果观战方这边是剑斩点杀的，那么斩过去对面法师是并不用，怎么小死亡又没中，真的是头疼。在紫禁城的地府我真的是不想说了，紫禁城的地府是真的水，真的水，上把你小死亡挂中法师，法师不死吗？也得死，对吧？真的是，这地府是真的太水。上回合小死亡命中法系，你们说死吗？包死吧，我觉得对不对？角色换过了好吧，角色换过了啊。好，缠珠啊，直接拉了一管血啊，观战方这边活血继续把善恶保下来。那么紫禁城这块的话，善恶也是缺点伤害，加善恶加的太耐了，你看大堂一把破血没清飞，加的善恶属实加的有点耐，如果善恶如果伤害稍微高一点，刚刚守住对面女儿的话，那对面也是延不了的，那这样一被延之后，主视角这边这个大堂就比较难受了，这把对面女儿起来直接可以喝个酒对吧，直接可以喝个酒，下把主战对吧，这把主战方这边女儿都得指人，女儿得指人，你别以为女儿对不对，这个时候对面可以点法师可以金青，女儿可以金青，完全是可以点上的对吧，你女儿得只能活血把女儿满上才行，不管怎么样你出宠啊很容易被点，先立个盾对不对，拔木招个蛇卵先立个盾，下回合女儿再出宠，
因为你这会跟女儿出宠的话，很容易女儿被偷掉啊，很容易女儿被偷掉。啊，对战方再次寒针啊，准备再赢一把啊，女儿打针了。啊，对面直接赢了，对面没有继续顶，选择了先给一手延长，延长到了六回合，主战方这边女儿又立针。那么对战方大唐也有对吧？2.0元的巨剑，啊，法系带出蛇卵养护，先解掉，再给化身顶满，防止化身被偷。1000，再来一只神了，可以。这个时候宝宝不神啊，是有点被动的，毕竟是大唐倒地，对吧？而且是没有女儿速度。所以紫银，对，如果刚才紫银城，对吧？如果刚才紫银城女儿先立个盾的话，那这回合对战方点女儿的可能性相对来说啊，没有那么大，对不对？那没有立盾的话，很容易被偷啊，女儿这个点。大唐被延到了五回合，硬扛了得啊！对战方女儿还有金青，还有金青，她上把是选择了打针。那么主视角这边女儿这边也挺有金青的，我估计啊，这把遇到女儿不会金，遇到女儿要笑观战女儿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觉得啊，遇到女儿可能要换笑观战女儿，真的很有可能要笑观战女儿村。好，出宠了。遇到女儿是不是？我刚才回了一个消息，遇到女儿是不是笑了观战女儿？是吗？鱼岛女儿是不是笑了观战女儿穿？有没有笑？应该是笑里的吧？是笑里是吧？啊，啊罗汉了，啊罗汉了，没有笑，罗汉了啊。那么主视角这边是也没放啊，没敢放啊，感觉怕被鱼岛笑，所以说，其实对战方这个时候接罗汉还有几回合九雷电环，我看一下啊，两回合还行，对吧？马上就要解掉了，罗汉收益比较大，毕竟是憋了一回。感谢 S0 的 back， 感谢对战方青蛇配合大唐，大唐平砍只有2000懂啊，啊2600有护盾，看能不能扛得住。暴击是肯定温机的，对不对？不暴击可能扛得住，暴击是有铁温，啊，但是蛇已经可以招了，紫禁城这边蛇是可以继续招了啊，可以继续招。这把紫禁城啊要控 diff 啊，女儿要控 diff。青蛇，对面选择了丽塔，啊，观战这边的话，现在大唐还有两回合可以吃啊，两回合天魔没有选择去招，先把牛招了啊，因为他觉得这条蛇可能会被清，那么下回合可以继续换成一个双换魔力皮去青蛇1600。那宝宝没有金刚啊，这个力皮没有金刚的话，伤害稍微有点欠缺，4000可以伤害，1300护盾。对面4000的话，2000多的护盾值，对战方怕摄魂青蛇啊，怕清不掉啊，怕清不掉。3700啊，没有出护盾啊，这条蛇。5000，四只刚好，对，四只蛇刚好。6000，蛇游戏嘛。主战方这边还要一只，这条蛇怎么说啊？2000清掉就行，双方都是一只蛇卵四只力皮的宝宝阵型，都是一蛇卵四力皮宝宝阵型，那么还不错。其实这个时候，对，因为鱼岛换魔成不了型，我大狼虽然倒地些许有些被动，但是问题不大。
啊，毕竟这时候你召唤物出不来，对吧？召唤物出不来。哦，你这把装备是有点厉害了，这把装备有点厉害，96，对吧？96把装备有点厉害。你卖多少钱？这96？看对面有没有鹈鹕，顶蓝没有鹈啊，没有鹈，问题不大。大家大唐化身先出手，封住大唐，防住了这把点上。那么这回合对战的宝宝是肯定不会跟的了，跟了也没用，好像跟了也跟不死啊。不跟的话应该是清牛，对吧？紫金兽这边双招的一个节奏还是可以的，因为刚才保证了双手。其实女拔木幻魔的节奏啊，要么持续不好，要么持续都比较好，对吧？要么持续不好。那比如说啊，这回合哎，宝宝要跑，三只，有三只礼品，3000，不爆还不一定劈得飞，说实话，对吧？不爆还不一定劈得飞。那么这头牛如果能保一下的话，那么等到这条牛飞的时候，蛇马上又可以招了，所以话大时候大唐也起来了，大唐也起来了。双击666，你找我干嘛？双击666，你找我干什么？对吧？把牛一保，对不对？再贴一下啊，继续保这个双招。那么紫禁城这边双招的节奏要比钓鱼岛要好很多啊。鱼岛来点死大唐之后也没有着急去点。其实鱼岛如果刚才点死大唐的时候啊，再想办法把主战包这边女儿突破掉的话，那他优势还能继续扩大啊，还能继续扩大。这把对面女儿是有碎玉弄影，有碎玉弄影。所以啊，这回合其实最好化身用水清，或者啊不是化身，是女儿用水清啊保一下大唐的小死，不要大唐被挂中。对面女儿有碎玉弄影，对吧？主战方那边女儿没有金星的情况下面，对面碎玉弄影控了化身点大唐，只要一把剑斩就可以了，只要一把剑斩就可以。因为主视角这边没高速宠啊，没有一把高，没有一只高速宠啊，除非地府有金星啊，地府有金星的话也能直接解掉。看一下这回合怎么去打。紫禁城谁主啊？狗子在打啊，应该是狗子在打，像狗子。地府金星啊，解消死对面点女儿，对吧？地府有金星，1500伤害不特别高，2000暴击了，2200。九天又暴击，我操！师叔大唐是属实猛啊，这么暴，我操！不这么暴还不一定死得了，连暴两刀，女儿是死了，但是对面宝宝也飞了一个，大唐扫出来法器祭出了，下回合对面没有输出紫禁城，女儿死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！这回合主战方这边女儿村虽然倒地了，但是一点都不影响啊，不影响紫禁城这边的一个节奏，双幻魔，宝宝又清飞，对吧？对面有跟，优势啊，优势啊！欢迎超人哥啊！欢迎超人哥，优势。好，在打蛇卵，对战方也是防大唐的点上，直接扫法系，小死亡这把是挂中，
对面蛇卵是只能解一个，还好是没有点大堂，点了法系空切了啊。1099没死，前一三跌死，没追，好吧，法系倒地，蛇卵招不出来，大优势，大优势。虽然牛是要被清，牛的确是要被清，但是马上可以双蛇啊，马上可以双蛇，顶了一个，两个，牛逼。牛逼，这两个大金顶的、哦、直接起来打针，我操，这回合太好了，打的太好，这回合打得太好，属实打得太好，无可挑剔，好吧，点法系女儿起来直接打针，这回合的操作非常秀，那地府直接延了，可以延到对战方法系延到，对吧，看一下啊，延了五，那么主视角边地府还一点命元、本来是不能演的，因为女儿没速度不能演，那这样的话可以延长，那么这样子对吧，对面蛇卵想在法系起来之前站得住的话也比较难，那也比较难，那么顺便再防了一手，其实这个时候啊，下回合主战方对面肯定要打针，200避雷2600主清蛇卵，这个是蛇要被清，这样子摄魂鱼岛也是的确是这时候换魔必须得对吧加速清，因为这个时候对战方偏神了，优势很大，优势很大，神了，这条蛇神了很关键，马上紫禁城双蛇，马上紫禁双蛇，对面而且下回合没有罗汉，马上双蛇，那么这个时候鱼岛其实防守的点也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，主要防女儿就行，主要防住女儿就可以，主要防住女儿的话就 OK 问题不大，紫禁城不是说没有进攻节奏，紫禁城这个时候还是在养双蛇，他不是 说是没有进攻，他不想进攻，他想进攻点对面大堂随便点好了，对吧，他肯定点的死他，对吧，你觉得他，你觉得对面大堂对不对，有罗汉就点不死了吗，对吧，也点的死啊，风女儿啊，其他躲避封印 OK 效力给他化身一把效力啊，金刚怎么说，对战方点，我操，是把对战方点开封印，主视角的兵可能也是点上啊，命谱严了，没有点，巨剑嘛，巨剑大堂死了，我估计大堂死了，这点只有巨剑，只有巨剑，而且对面宝宝会跟，不会轻蛇，这回合应该，因为这个巨剑也不知道大堂对吧血量是不是满了，双蛇
紫禁城啊。其实刚才就是点死法系那回合打真女儿村，这时候优势没有把扩大，比较亏啊，比较亏。至少大唐那个点啊，他的巨剑点杀对吧，你是很难防的，很难防得住的啊。法系星元了啊，这把还单点单砸女儿了，这把单砸女儿了，水清法系单砸女儿，女儿水清法系单砸对面女儿村，跟无相都可以，其实啊，跟无相都可以。打着女儿，自动了，告诉我们，哎，兄弟，送无魂，命谱直接延，大，哎，没有舍蛇啊，没有把蛇舍出来，小死单砸女儿，哎，怎么又水了？我操，这个。紫禁城的地府真的是太水了，我都不想说啥了，真的是不想说啥。死是肯定死的，哦，神了，啊神了，但有宝宝跟的嘛？鱼岛女儿有神佑，点有神佑的单位肯定是宝宝跟的，对吧？肯定是宝宝跟，毋庸置疑。哎，对面大唐血这么惨，神了一只。地府宝升了好几次了，没顶，大唐没顶血嘛？开封印应该是开了，连哦，可能封印都不开，可能封印都不开。有清霜吗？有清霜。这把主观战王那边女儿拉虚，对面大唐直接死的，啊，拉虚必死，清霜还掉血呢，对吧？清霜掉血，被蛇咬了呢。看怎么说，鬼气摇了铃铛。活了，出虚弥是必死，这血量计算对吧？因为被蛇咬了之后，之前也没注意大唐血量，觉得应该不会这么精确计算。嗯，算到大唐血量的话太精确啊，贴了蛇宝。啊，这把小死没有中，小死中了之后，大唐死不死都无所谓了。毕竟对方倒两个，观战王那边只倒一个，对不对？下把对面法系起来了，女儿也起来了。大唐是死，大唐死了可以直接点化身。大唐如果不死的话，关键直接可以点化身。嗯，这样的话优势要没有了。嗯，女儿没拉起来，女儿宝跑了，女儿宝自己拉了。其他鬼气再咬女儿村，两鬼气就是不让对面拉人。但是对上当跑一个宝宝就不太好拉人了，又跑，我操！省了，哎，这宝宝没拉，五号宝宝拉的，二号宝宝怎么说？双拉，我操，就是刚好这宝宝没拉。女儿喝酒起来了，法系蛇卵一抓，下回活血女儿村行。不过下回有主战方面大唐也起来，观战大唐也要起来。这把对面女儿金青感觉鱼岛会点吧？这把啊，还是先出宠。那点也没用，没灵源，我估计先出宝宝了。我估计先出宝宝。点的可能其实不大，你大唐没宠吧，你扫出来扫个宝宝，对吧？请无魂防活，活了女儿，活是铁活女儿的啊，防御圈，先造宝宝，双无魂，又没魔，你没换魔的情况下，如果点杀太过于激进的话，其实也没有用的。你推不掉对面，下回观战大唐起。那么观战一点灵元啊，观战地府也没灵元，对面地府也没灵元，两边地府都没灵元，对面女儿也没有灵元，主战方这边女儿倒是有一点灵元。其实这把紫禁城点杀是巨舒服的，这把点杀紫禁城超级舒服，怎么点啊？女儿直接打针对面，蛇卵拉大唐，直接剑斩把对面大唐端了。对吧？
那么下回合直接是地府两点零元可以演了呀，对吧？对面女人没有零元，这把提前打针，不提前打针点死也没用。其实对于此行程来说，点死大唐的收益是最大，点死法系的收益不大，点死大唐收益最大。点死大唐之后，主战方这边法系物理是解放了，随便出手，解放节奏好。紫禁城倒是可以点，啊，紫禁城倒是可以点。鱼岛这回合要点的话，点法系啊，对吧？鱼岛这回合要点，肯定是点法系的，因为点法系我可能能够防住点上，对吧？点女儿没化妆。好，吃饱先解无魂，没解掉大唐，连武轻步，风女儿送笑啊，这个笑了化身四，活血，双笑，点了，紫禁城点了，这把双笑点了，你看紫禁鱼岛肯定点法系，对不对？点女儿，点法系，中魂，我操，这个命啊！6666，这命扫出来，关战法系直接翘了一把剑斩，斩不死对面女儿，裂开，直接裂开啊！是无魂没解掉，中了，太舒服啊！不会省了吧？这鱼岛不会对吧？鱼岛直接给你诠释什么叫命，对不对？你这紫禁城命还不够硬，对吧？你这无魂中的啊，其实命还不够硬。我这女儿能神，命更硬，看一下啊，没神啊，哼，没神。好，无魂啊，命谱直接给啊，直接给掉，点死女儿了。主战方这边就是活路来了，生龙活虎啊，点死女儿了。这个时候主战方这边生龙活虎，就对面女儿点死了之后，我点你随便可以演了，对吧？对面女儿六回合，啊，那么主战方这边还有一点零元，啊，没有，没有零元，只有一点。开封印，换个蛇。那么大唐的血量也是蛮少。女儿大唐这两个点都得点，你光点女儿没有用，对吧？明天老王旷工了，老王吃了小龙虾拉肚子。你是开玩笑吗？啊，王总会旷工吗？明天要是王总旷工了，我估计是，对吧？是，可能是因为我的问题，但是我觉得不会的啊，这是肯定没有问题，怎么可能就要旷工了？好，行销化身，无字经，强摁大唐。哎，无字经大唐什么意思啊？防止七十吗？地府没点，我就点，我操，大唐伤害高啊，7000，平砍，天魔就行。那么主视角里面三只力皮青蛇伤害已经是够了，7000血助攻的话应该是够，3000还能扛一下。感谢7902的这个锦囊，对面蛇直接飞，主战方这边已经双烧。对战方就说：“女儿没宠，力皮正不全，对吧？只有三只力皮青蛇还是稍许有点难度啊。你看，虽然这么轻啊，但是稍许有点难度，对，稍微有点难度。”这力皮速度最慢，对面罗汉阶层，但是紫禁城，我说实话，想点杀的话，对吧？他这个伤害，你极限大克的这个伤害的话，有罗汉没罗汉一样点吧，感觉啊。但是这个时候大唐轩辕剑金风没点满，还是啊，岁月弄影直接强控化身，止人了。活血啊，蛇基本满血，对面开法系，可以召唤魔出来，小死，直接挂，还原伞，蛇助攻，看大唐伤害，第一刀直接贴暴击了，第二刀
九百，第三刀1600，第四刀能空切吗？赚死，赚死了这。这空切太赚了啊，无相出路对吧？打到大浪市场无所谓。赚死赚死赚死，这太赚。大牛被清飞，地府车宝宝抗性好差，但是伤害很高啊。补宠啊，现在先补宠，对吧？对面女儿下回可以起来了。刘云凝智还没提过，其实回合可以提刘云凝智。我跟你说啊，刘云提一把，对吧？没有提。好，摄魂顶蛇巨星破血，就遇到这个时候就是对吧？我劣势，我就先把你的召唤物清掉。下回没罗汉，遇到有慈航怕什么？你们是觉得慈航无敌吗？遇到打这个剑会还会带慈航吗？遇到打伏战小花招，我操！又神了，这蛇脸是两条，神过两条。神身上 PK， 的确命好啊，命也挺好的，的确命也挺好。来，兄弟们打榜打一打，打榜打一打，是没有打榜的兄弟打一打。来，今天没有打榜的兄弟们都打一打，今天反正咱们对吧，就是有打榜的都按一按，对，打榜的都帮忙按一下，打榜主播按一下。今天第一天对吧，需要大家的打榜帮助，因为今天是第一天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名次还是很重要的啊，第一天名次还很重要，是帮我打的，不要下次了，好，打完就完事了。我们常规就是每个礼拜第五名，你看又是第五名了，对吧？感谢每位打榜的兄弟，祝打榜的兄弟，对不对？吃不愁穿不愁，不住平房住高楼，好吧，天天潇洒夜夜温柔，买卖如同长江水，生活如同锦上花啊，一顺百顺发发发，好吧，发财啊，身体健康发财啊。攻守转换啊，看这把有没有转换的好啊，这又要被点赌空切啊，鱼道是真狠啊，赌空切就赌你大狼空切啊，但是这把可能有点危险，空切不了，我就害怕你知道吗？知道我害怕什么吗？害怕反震，真的，这样就比较舒服，可以直接冲了，下回合起来可以直接冲了，因为法系群秒的面上对面不一定扛得住，你想喝酒让他喝对不对，招须弥就行、啊、对面出了一只须弥助攻，他怕自己伤害不够啊，直接出了只须弥助攻，想点死大唐，但这回合还是没有点死，除非你再换一只、啊、除非你再换一只，对面女人没有喝酒，没有喝酒的情况下面，主战方这边女儿拉须弥，对面除非人顶大金，对不对？人顶大金的话，没有单位开化身啊，活血活不上来。主视角这边全换，对面女儿是必死。人顶大金的话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开。如果你开了化身的话，主战方这边没有顶大金，主战方这边女儿直接拉着须弥你就死。所以主视角这边女儿只要拉须弥，基本上对面必死啊。对面再换啊，就是 PK 可以输，大唐必须死。1800死了，换吗？看一下。我的这没换。这女儿干什么了？人顶大金了吧？这女儿被蛇助攻死。哎，女儿人顶大金给大唐了吧？我估计，是不是？是个点死大唐啊！其实收益不算特别大。紫禁城马上要冲，对吧？紫禁城马上要冲，必冲。我估计鱼岛下巴可能要罗啊，可能要走罗汉。求解封主播，你不是？不是没有封你吗？你不是可以说话吗？对面女儿死了，全部残血。感谢卖96伤害宝宝装备兄弟送的十张办卡，感谢你的十张办卡，好吧？感谢兄弟的十张办卡，回头对吧？帮你卖一卖，好吧？给你发朋友圈，啊，卖一卖，啊，有老板要的话联系你，好，咱们有 CC 好友啊。他其实是贪了一点啊，对吧？如果你这回合拉须弥的话，对面地府可能也会死啊，换一波，对吧？地府可能也会死。他是想把女儿小死亡挂倒，你知道吗？女儿人顶大金给大唐，是没动女儿。
大唐死了嘛，对不对？没动。余岛偏向于比较暴力，余岛是真的比较暴力。好，相思寒针直接打给地府防炎长险，先保证自己的这个人物单位，舍了。金刚护法，小死再点，余岛真的是太疯狂了，余岛不管了，余岛地府金星这把是可以，这把控制转换非常到位。对面只能无相了，对吧？对面战方只能无相了，6000死是死了，对面女儿增加一个大死亡状态，但是这把已经打针到地府，打针了对面地府的话，小死亡对吧？本身也不准，即便你挂中的话，地府也是金星，那再把女儿的宝宝清掉，还是可以，没问题。但是这时候主事那边地府没有灵元，40回合才有。化身是再次活血法系的话，法系的血也能上来了，大唐可以起了，其实已经，大唐已经可以起了。对战方是受了这个大死亡，看一下他的化身血量其实还可以，有优势的，现在还有优势的，有虾尾吗？这龙虾是有虾尾的，有虾头有虾尾都有，因为这龙虾比较干净，虾头不去虾尾不去，你自己看就完事了。火焰闪直接再双蛇可以，双蛇起来的时候就比较舒服，拉起女儿村，对，因为对面女儿这时候倒地了，主事上面女儿有医术她不慌的，对不对？直接起来喝酒就完事了，而且是观战双蛇成型，双蛇型的话对面也是比较被动，活血女儿村这条蛇是没有办法保的，活血女儿村是必须活的，女儿这个点主事里面比较关键，那么这把喝酒金清掉的话也是可以，对吧？也是可以防小死的，也是可以防小死的。化身要女儿大唐都两个点都得活，都得活，应该是先活女儿，应该是先活女儿，因为大唐这个点即便死了的话小死亡也是挂不住，因为毕竟我女儿抗风嘛，所以说应该是先活女儿村。这条蛇鱼岛这条蛇紫禁城这条蛇我觉得是可以保的，宝宝天再加顶大金就行，这条蛇要保，因为这个时候优势明显优势的情况下面，双蛇成型这条蛇一定要保的保住，对吧？甚至你地府没事干的话人顶大金都可以。选择那时候效力没有放因为女儿村效力过了可能还够金清的，对面只能活血先给女儿，对吧？满了爆了，这把小死亡直接点猖獗猖獗，但是剑斩被斩死，太难受。法师应该血祭有机会血祭有机会，血祭还是说不定能死请缨三叠500600，最后一下4700，我的鱼道堂血好厚定蛇是要保，点了我操漂亮，这看起来沉淀还是有用的，对吧？沉淀一下有用这场 PK 很秀，好吧，很秀，鱼岛打的也好，对吧？直接给你防你大唐一把剑斩，直接把你大唐先斩倒，但是紫禁城这边点了现在大优势什么兄弟现在还有优势，现在是大优势兄弟，现在是大优势，观战这边双蛇成型什么概念？打针先地府给防炎长无魂化身防止活血，小死亡要再挂一手可能赌命了，小死亡再挂一手但是没中，那毕竟是这个对吧，被打针再来一把剑斩，女儿也死。今晚剑会是狗子指挥的，这不太像是狗子指挥你们得对不对？
我跟你们说过，你们不能老打得差的时候就是二狗，打得好的就是小王明明，你们这啥意思嘛？对不对？不能这样啊！二狗没打，大飞说了，大飞骗你们，肯定打啊！小王跟明明打不出这个水平，行吗？小王跟明明打，我只能跟你们说啊，小王跟明明打不是这个水平。看不起小王是吧？小王请帖发过来，小王昨天请帖发过来，小王跟我说，兄弟，我十一月份结婚，你来几个人？对吧？我想要不要带蔡小妍去？想想看，豆豆太小了，对吧？算了，这把小死亡强点，空切，血赚，对面蛇抓不出来。我操，这个 PK 打的是真的好，这单大堂的强点你看到没有？啊，对于自己伤害的一个自信，对吧？单大堂的强点，那么单大堂强点，这时候对面女儿起来的话，没有真了呀，对不对？对面女儿没有真了呀，啊，要有一点力量啊，可以还有一把真，有一把真啊，有一把真，对面还得真啊，把他女儿的真到全消耗光了啊，实话实说，对面女儿真全消耗光了，没真了，有真，女儿喝酒了，但是对吧？但是你这把女儿喝酒啊，主视角这边女儿对吧，是感觉你打真的会无魂你化身，这把对不对？女儿会无魂你化身，管你小死亡再给你女儿挂一手，对不对？管你打不打真，打真就不能中了吗？打真也能中，是不是？再挂一手，无魂中的话也能点得死，法师就给群秒好了，对不对？法师就给群秒纸人发温霞化身啊，没有无魂化身，活血活出来，活血活出来就死不了，缠住直接把血量全部拉满，我的全满，地府惊心啊，防小死。那这样的话，紫禁城两回合不能点鬼气了。火火啊，没有选择去秒，对面有罗汉，感觉力劈清理蛇配啊，你法师倒地清理蛇配，这五龙位的对吧？哈龙啊，皇位。地府惊心失误了，这地府惊心了，对吧？这一定是呆瓜，好吧？钓鱼岛女拔木是不是呆瓜开的？是不是？到底是不是？把对面哎，把对面化身吹进去了，那不是在搞笑吗？对不对？你这时候把对面化身吹进去了，啥意思啊？你说本来化身活血大堂都满了，对面大堂化身吹进去了，但这把女儿只能抢进去，对面女儿只能进去，你不进去，你大堂不要被挂小死的，对吧？大堂八百点没加是那个是区里面八百点没加，这个剑会肯定加的啊。来了来了，好紧张，哪边是好人？两边都是好人啊！观战方这边紫禁城，对面钓鱼岛。啊，水清大堂没有给金青啊，水清大堂，观战方这边金。活血直接把蛇先保了再说啊！对战方顶摄魂青蛇，无间炼狱，666666，够狠，好吧？扫女儿，无间炼狱，无间炼狱铁扫女儿，这想啥呢？对不对？必扫女，群秒，对吧？群秒，女儿死，我2500一死啊，壁垒跟了，翘，对。他这条蛇能不能保得住？估计有点危险，但紫禁城这局蛇还是挺能神的。这条蛇神了，鱼岛直接裂开，啊，没神。没事还行，
好暴力啊！现在紫金城的 PK 这个打得有点暴力。豆豆打卡了是不是啊？来爸爸这边。怎么了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你告诉爸爸你要干什么？啊？要下来吗？下来干嘛？这地上脏的呀。这个吸管玩了一天了，这个吸管。那、啊，看看浩文儿子，你们他妈的！哎呀，你这么吵，爸爸不让你在这里边玩了啊！乖乖的待一会儿可以。啊，看看，哎，怎么又按掉了？好，给大家看看你。大家打个招呼，你们好。啊！这搞什么你的？在搞什么？你这电脑都被你关掉了呀！拜拜，不要吵了啊！乖一点啊，拜拜啊！啊，遇到很伤了啊！主视角这边虚弥成形，对战方是血量实在是扛不住，女儿只能立盾。哎，女儿只能接罗汉，你不接罗汉对吧？这波虚弥你怎么扛得住？啊，只能接罗汉。但接罗汉这个血量的话不一定扛得住。对面化身是只有有三点零元，看有没有小赛，有小赛强推一把的话还行，没有小赛的强推就温机了，没有小赛的强推就温机了。啊，女儿清没有接罗啊，没有接罗，碎运动引强攻化身，中了，赛宝蛇，啊，没有强推，啊，没有强推，啊，小死亡啊，直接挂大堂，再把金星挂不中了啊，长驱直入啊，五千多，对面大堂选择了出宠，噬火琉璃啊，直接给你地停秒飞。粉末烈焰化身这个血量扛不住啊，有点，哦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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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克说实话也该赢，对不对？大克赢不了钓鱼岛的话，搞毛啊！可打得挺好的这场，打得挺不错的。说实话啊，打得挺不错，挺好的，对吧？机会的把握各方面还是不错的啊，机会把握各方面都比较 OK 啊。这鱼岛又放了，这鱼岛放了。这个大唐还浪了八百点属性吗？我是不信的啊！这他没加点，这个大唐八百点属性没加，我不信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乐哥自己说了，我不信，我问问他。哼，真没家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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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